文心森林公园快打战人潮在线，上百位民众抢排队，就是为了打莫德纳。我最主要是因为要上健身房，所以顺便来打。就疫苗快没了，然后最近比较严重啊。排队会这么踊跃，就是因为台中莫德纳供给量吃紧。下个礼拜目前暂时会没有疫苗。那这是全国性的问题，不是只有台中市。台中市卫生局盘点莫德纳疫苗只剩下5万剂，可供10万人施打，但近期疫情升温，打气提高，每天都会打1到2万剂，快的话在周五就会用完，下周起会改打高端跟 AZ。 昨天跑2间那个诊所，他都说都没有疫苗了，预约的有的都被取消了，不然好像剩高端，我不要当新世纪福音战士。被取消预约的只好来快打战碰运气。文心森林公园上午只够400人打，号码牌一下就发光。没有想到人还这么多。对，他们来了。没有，我纯粹是因为想要去夜店跟酒吧，就是政府规定要3剂才可以进去，所以我就赶快来打。全台疫情升温，确诊数连续破千，但莫德纳疫苗吃紧，预约被取消，抢不到，也让打气平淡好一阵子的快打战，这一次出现抢牌状况。记者梁金丹、景晨、连线剧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